右淑正的大女沈月安娜神複製了媽媽的面貌，被譽為最靚的星二代。21歲的她近年就成為了品牌的寵兒，不停出席不同的品牌活動。最近她就到了韓國出席晚宴，她穿上白色半空晚裝，令遺傳至媽媽的好身材表露無遺。艾娜滿場飛和賓客合照，當中更加有大熱韓劇《Penthouse》的女主角柳珍和 LVMH 集團主席的三公子